sipping me up like brandy. Make you wanna get so handsy. Yes, please, baby, I'm so fancy. Say my name again. Make you wanna get so handsy. Let's do it. Hello, 大家好，我是晴。今天是游空手帕的第二天，最后一天，今天也会带来特别多的表演，尤其是女孩之间就有台日大对决，慧妮跟她好今天也要来一场舞蹈大 PK。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开场还邀请到了唱红棒球大联盟初代片头曲的北川贤一，要来为我们游空手帕献唱。棒球大联盟啊，这一部动画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熟悉，它的初代片尾曲《星会》是北川贤一他自己词曲创作的哦，在动漫系列呢也是非常著名的歌曲之一。对，燃起我们的棒球魂。北川贤一呢自己也有说，棒球大联盟这一部动画呢在许多棒球迷的心中是非常特别的动画，所以他这一次能够来到桃园球场为我们的十号队友献唱，他也非常的开心，也希望能快点跟我们的十号队友见面。好，那现在时间关系呢，待会乐天女孩也要准备练舞了。今天乐天女孩也有开场，而且是带来全新的表演，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多说，我先练舞咯，走。带来什么样的就是个人秀？我要跳 Vogue。 你要跳 Vogue？ 对，我最喜欢看慧妮跳 Vogue。 对，因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适合，非常适合，大家就去学，真的可以期待她跳 Vogue 非常好看。那你知道你今天对象的是谁吗？卡好。哇，你会紧张吗？紧张啊。因为卡好也算是跳舞中的佼佼者，就是以乐天女孩来讲，她也是归类在很会跳舞这一块。对，你有先去打探她跳什么吗？没有。哎，你知道吗？偷偷跟我等一下去打探。但他说他也穿黑色。对，你们两个同时都穿黑色，感觉也是酷的，很期待啦。因为今天算是台日对决 PK 耶，而且他是算是第一个 PK 卡好的。哇，压力好大。你是四下表演，卡好是五上，等于说他跳完，然后紧接着卡好就要跳了。对，哇，好啦，一起加油！希望你今天顺利。耶，哥，今天就是你的个人秀。嗯，我很紧张。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哦、sexy and 醉了，醉了。好期待啊！今天的服装也是特别准备，是穿黑色的，对不对？黑色，跟慧妮撞衫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但是你知道他要跳什么吗？我还是知道，我们不知道，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上台就知道了。你准备这个表演准备多久？准备大概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我的天哪，你准备了一个月？一个月？就为了今天这个表演？嗯，哦天哪，更期待了一个月的表演呢！祝你今天演出顺利，加油！我们要准备开场喽！带来特别的表演给大家啦！捏寿司，哈哈，人家是捏泥巴，你们是捏寿司，捏你，恶心恶心，不是不是，要这样，恶心恶心。跟大家说，今天的乐天女孩开场舞啊，不只是乐天女孩哦，还有我元气会一起跳，不止还有元气，还有大圣，大圣加油！我是十八。
刚刚瑞娜找到了北川贤一合唱新会。对，我跟你说，他那要来的那个消息，我听到就超级无敌兴奋。对，赵子拔就是唱《Hallelujah》。没错，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网络上直接看瑞娜唱的新会也非常的好听，相信很多棒球迷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啦，也算是一种回忆，你知道吗？圆梦了，圆梦哎、欸，有种天，我竟然可以跟原唱。合唱哎、欸，刚、欸、不好意思，我听不了起太多。对，他跟我唱的，他跟我合影。Oh my god， 我合着合着有这样子的，好高兴。
好看吗？好看，非常好。可以的，可以的，没事没事，你跳 Morning 的舞后，我一直都很喜欢。继续加油！再来就是 Kaho 了，待会要去喂 Kaho， 然后会给个压力的，来来，一起去替他加油。Kaho 准备好了，不要紧张。哇，谢谢 ，Oh my god， 好期待哦 ，Kaho 加油！怎么？怎么会这样？现在竟然2-2，我们坐上来这边，然后竟然2-2了，怎么这么突然？加油了，天！哎，我们好多人一起要来帮卡吼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刚刚为你跳完了，换卡吼了。Every eye is on me, spinning heads like a disco ball. Cause I don't have a good sight, they all shine. I just wanna have a good time. Skin is like a New York night. I know you've been high and dry, looking for me all your life, but I'm mine. My love's never forever. Might just hold you together for a太棒了，可以放轻松了。我很紧张，很担心，烂的厉害，真是。哦，很高兴。啊，肯定啊，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烂天女孩，一定要多多照顾。耶，卡好棒。勇夺此频道，好好笑哦！八下进攻，加油！日文版超越梦想。
了，比数来到了6-5。Oh my god， 我们落后一分。九下，所有女孩都回到看台了，不管是阿区还是大热区，加油加油！球帮打到断掉，所以没办法拿下。哇，今天有空手拍，还有那种可爱的美女穿着日系和服在这边耶！保送，保送，手下两出局，朱日贤被拖轰出去。OK， 球赛顺利结束。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就是看到两位的表演，两个都非常有看头，而且女孩们真的是看家本领特别的多。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跳完我很开心，我也开心，而且很多女孩有上来帮我加油，是就比较安心。是，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女孩啊，我们都会一起站到台上，一起帮我们的女孩应援。这就是我们乐天女孩，好不好？ Yeah.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我们下集见，拜拜。